一样是一样，你记得是吗？爸爸老板跌倒，然后嘞，就这样叫爸爸下来，但我们，哎，我死了，苦力爸在我们家门口，有在门口啊？有啊。没有啊，就在门口。没有、啊，我看狐狸怕了。被人家炸了，吓人！被被炸了。我躲掉，然后我扣了半格血，对，差不多。然后我已经没有保持度了。我的东西啊，把你杀死。在我这里，在我这里。把你杀死了。不要，不要杀我。我差点想说，是不是有生怪箱？对，我要去下面挖。我在箱子里面，我下面挖钻石了，来。你不需要挖到那个。我已经挖红石，谁代表？都是你。我在放东西啊。等一下，我忘记。是要那个木头，要做做楼梯梯子啊。都是你。没有啊，做木棍就可以了。跟哪一个师傅去砍木头？我已经拿了。快点。喝加鹅啊煎。那个鹅啊煎啊，鹅梨大头。喝加鹅鹅梨大头。哦，假的！我已经等级了，我不想开始了。等级六。嗯。真的啊？你要看吗？不要，不要看那条就是。干你娘！够吗？哦，假的！干你娘！谁打我？我。哟吼哟吼！我在砍树啊。哟吼哟吼！不要动啊！我要动。哟吼哟吼！哎，果然有苦力怕在这里炸。我刚，就你刚被炸死啊！不炸，不炸耶！在螺丝你面前乱。螺丝你七个大螺丝，二十八还要去新。我十个木材够吗？不够啊。二十八是去。二十八要去新增训练，还是去正确班级，还是去假班级？我不用新增训练，我要新增训练干嘛？新增训练是要听那个，我不用。或者说听那个，每个人都要、啊、听那个叫什么学校的规则。我不用啊。为什么？没有，我记得不是说，然后说每个人都要，没有要的人老师会肯顾，只是会去打电话去加最加法，最加法。没有了，我去加房。我拿到种子嘞。我拿到树苗。我也有啊。喝加鹅啊真。喝加。只剩两个面，我帮你打包。不要。不要，你都已经先做好铁装铁了。我刚刚找过铁装。铁刀、铁剑、铁剑、铁镐、铁铲，有几组？几组什么？几个什么？线啊，没了。他你们箱子里面只剩一个，没了，都被你们。所以你有几个什么？啊、我刚刚就说我挖铁挖铁，然后前面说，哎，苦力怕来，苦力怕。我有38个木头。全部人都在说苦力怕，不懂我意思。哎，拜托，苦力怕是重要人物，要说三次哎。好，所以铁不重要，只有铁，只有铁，铁都不要忘记。哎，前面啊，那个木头不在了，我没有木头。我可以停在楼梯上哎。我要做木，我要做石子，我要做。梯子要怎么做？它不是要木棍吗？对啊，它只需要木棍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他、啊、这样木材就可以做了。快点木头啊！换我有多少螺丝名要啊？螺丝名一直放箱子，螺丝也下去。我上来了。你去杀动物啊！我现在肚子饿。我剩五个而已，很好。我要上去山上看有没有吃的。山上。背哦。喝加阿珍。应该是十二十一组的梯子。屁呀、啊，那么多。二十一个。你全做？没有啊，我不就还好留一些。哪是一些比较超多？
拜托，你知道我做了两组要25，乱来。我就把你，你会不会在外面？你会不会晚上的时候对你的姐乱来？干你娘！对啊，我弟啊，要不然你还有？他好酷哦！罗志明，你等我，跟你去。他烧了不知道多久了哎、欸。然后他现在终于被烧死了。什么东西？你呀、啊？有猪。有你呀、啊。然后怎么那么快？不好以为哦，还你还玩一个玩一个还玩不够，还在玩哪边的手机嘞？智障就是，没电你不会休息哦。我今天跑这么远，智障。我在沙羊。我看到煤炭。我烤那么多天还不够。前面木材，在箱子里。哦，我滚啊！太假了。何家，你当机了？叫陈敏呢？陈志明加入游戏。我把这边打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。走开！屁呀、啊！这我先找到的。早就看到了。对啊，你又不挖，你要往下挖嘞。挖到我都不行了。三十。那你跑去，你去哪？哦。我要去，我去找。有鸭，还有。有羊。你要不要下来挖钻石？哦，好啊。现在挖直线道路，我已经挖红石，大概再过没几分钟就挖。虽然说我没有铁镐啊。对吼，啊下去挖。我挖草泥马了。下去挖铁啊？干嘛、啊、生病、啊？完蛋，我不知道回家的路哦，找到了。可惜。喝酒聊天。哎、欸，聊天就聊天。屁呀、啊！砍羊还砍不到。真有铁啊！我到了。真的你真的挖到了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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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我看到有两个人在旁边。这里有红石耶。红石怎么可能？我要边爬楼梯边爬楼梯边吃猪肉。你看。他也没命了。怎么看我嘞？两个铁。不要再打我了。哎，红石。找到红石。哎，又是铁。我接近极限。哎、欸，没办法，我帮你查火吧。哎、欸，我有铁，你还在下面吗？我有铁，哎、欸，不要动。真正我在上，你在上面吗？还是你在下面？你用那个啦，陈斌。你就，对啊，你刚刚用铁粉钉。你在哪里，陈总？最底下。陈斌按续，陈斌按续不行。你又不见了，烂烂烂烂烂烂，我们在那里对啊，只是你也看不到。为什么？身边走，身边呀，身边走。你没搞错，我给你搞错了。
哦，丢了，飞下来了，全民，红死，红死不要挖。哎，不要再打我了！好假的啊这！我可以站起来给你看一下。门在哪？在你心里啊。我看了。他给你。刚刚打我。看不到吗？我都站起来。我看到一个名字。哦，我知道你在哪里了。八卦也看到了。说说，哎，一直在赌。你家来说要赌钱，然后按序无声走了。是不是？为什么要过去六号人啊？来过来一点。我看到你。走走走走走走，过去过去走，往前走往前走，往那边走啊！陈哎，从那边啊，陈斌那里啊，陈斌那里啊。哦，这里啊。快点啊！我要疯，算了，不给你了，算了，走开啊！哎、欸。还是啊，你后面有陈轩明啊，你赶快点进来啊，快点啊！钻石，屁啦！真的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我们再弄东西。我先拿点沙。等一下，来，等一下。我有两颗钻石。哎、欸，我的钻石，啊，我的铁镐啊。我的铁镐、啊。你在哪里、啊？你在哪里、啊？哎、欸，这里。我要过去了。哎、欸，有铁镐哎。你给我十镐哎。好不容易没，哎呦，我什么都挖到。你没有啊？你没给我、啊。等一下，我还没用好，我刚挖下去。你要帮我开路。你帮他开路啊，陈斌，陈斌帮。第一次哎、欸，我第一次人生挖到镐头。快点给我镐身。我给你，你自己飞走。哪里？我身上也没有啊。我第一次挖到两颗。还说要挖到很值得说。看不到你们。陈明下来，陈明下来了。三，我这里有两颗，你那里有三五颗，耶、yeah, ！我挖到五颗了，没有，我看到五颗。蹲下，蹲下，蹲下。你赶快蹲下。我要帮你开东西。五颗，你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哎、欸，然后石头给我，石头给我，石头给我，快点快点，石头给我。好。石头给我，石头给我，石头石头石头，你刚挖的都全部给我，三挖全部给我。快点快点，其他的饿不是不要饿死不要饿死，快点。等一下，快点啊快点啊！你刚不是挖到一些石头？这个给我，这个给我。然后他要给我东西的。我想出去。又说。我想出去。等一下，继续挖，可能挖到。我没有搞搞。我继续往钻石的那边挖。不一定，钻石那边最远了。你在漂移。喝酒。